即係上次就話中國嘅汽車銷售咧就跌咗，同比跌兩成嚇，同比即係同上年計啦嚇。咁而家就手機嗰個出貨量咧又係跌咗兩成。咁作為一個即係你 GDP 係有六噶嘛，跟住基本上係一個 expand 緊，即係官方話俾你聽係膨脹緊一個經濟體咧嚇，咁啊就係好撚奇怪，好撚奇怪。啊，咁就係所以點解李克強咧都上次咧就承認咗啦，即係佢就係訪問嘅時候就係話中國正係面對新一輪嘅下行壓力咁樣，嗯，咁所以你話貿易戰，就算你再正路咁睇咧，你睇到就算美國唔撚喐咧，美國而家咧個就業市場就砰砰聲，係嘛？咁你而家你自己嗰個連消費市場咧嚇都已經出現咗呢啲咁嘅問題啦。所以咧就係呢樣嘢就係、即係其實大家你應該判斷到啦，係嘛？貿易戰就算而家咁拖落去，因為佢而家又話習特會又會拖延啊嘛，拖落去對邊個好，邊個有利嚇？咁、你亦都最正路咁睇，你都應該好清楚啦嚇。咁、我一直咧嗱，我由開台咧，即係我要去擺翻啲片喺度，開台已經話俾你聽。啲市場嘅嘢咧，嗰啲股票尤其是咧，就上上落落嘅嚇，佢根本就唔需要跟住你實體經濟，基本上佢中意炒上就炒上，佢中意炒落就炒落。其實見你多人邊邊咧，佢咪 cap 鳩你咯嚇。咁其實係冇意思嘅，你話睇股市嗰啲人咧嚇。咁所以我從來就唔會話教人哋去即係掂中股中港嗰啲股票啊，係嘛？即係一堆垃圾喺度炒上炒落，咁係。沈大師就教你做嗰樣嘢啦，係嘛？咁所以而家最近佢又俾人插到咧，真係左一巴右一巴，成日咁講啊，真係。咁啊，即係當然啦，我又晨早話俾你聽呢條友啊，你信佢啊，真係你嘅問題，係你嘅問題嚇。咁我希望佢啦，我希望佢同蕭若元嗰啲都一樣啦嚇。即係其實我知佢阿沈大師即係肯定間中有睇我啲嘢，如果唔係佢即係佢亦曾經鬧過我噶嘛，係曾經鬧過我。咁當然又係冇開我名啦，但係佢講嘢好明顯係針對我講嗰啲咩外債嘅問題啊，嗰啲各樣啦嚇。咁我希望佢咧就即係一陣間我再詳細講啦嚇。咁例如第二樣嘢咧就係 update 下你個非洲豬瘟啦，係嘛？好耐冇講過啦。咁而家咧上次胡春華咧都話確認咗係話而家係好嚴峻，問題好嚴峻。咁依家已經係到呢個咧，得翻咧新疆、西藏同埋海南三個地方係冇豬瘟嘅啫，跟住已經擴散全身嘅啦。咁你死撚梗嘅啦，已經係。咁亦都係咧，喺印度好多比較出名嘅報紙咧，係歷史悠久嘅報紙，其實不停有報導有人染上 H1N1， 然之後仲有死亡，嚇，亦都數字不停上升嘅。嚇，咁啊唔撚知點解中國咧係一單都冇咁。咁可能你知道中國嘅啦，你死撚咗咪當你流感咯，一般流感咯，係嘛？究竟係咪 H1N1 咧？係咪因為呢個豬瘟帶出嚟嘅咧？嚇！咁你知道佢哋中國嗰個永遠就係報喜不報憂嘅，咁你自己諗啦又。之後咧又再一單咧，就係話，即係之前有人話 Tesla 咧搬去上海咁樣 ，Tesla 搬去上海。咁即係會覺得係咪有轉勢咧？咁當然又唔係啦。我就話俾你聽 ，Tesla 從來喺美國咧係一個蝕大本嘅蝕本貨，全部係靠個左膠政府奧巴馬嗰個左膠政府養鳩住佢嘅，係養撚住佢嘅。咁所以咧就係依家斷咗奶咧，咁又冇撚即係即刻就頹曬啦，即係兵敗如山倒嘅根本係。咁依家佢就係衰撚到直頭叫啲員工啊話要趕工嘅話咧，唔該你做義工。你做義工就去 volunteer 咁樣去翻工嘅，去趕工嘅嚇。咁當然對香港人嚟講就好撚好笑啦，係嘛？即係我翻工梗係為揾食啦，唔會為興趣咁啊！屌你老母係嘛？即係就係咁樣嗱。但係呢樣嘢就好值得商榷嘅。其實如果你喺外國咧，你發覺好多人做嘢咧，佢選擇佢嘅職業咧，係真係啊興趣咧係佔咗好大嘅一塊人工咧係。其中一部分啫，但係興趣都好撚緊要。你要做嗰樣嘢，令佢覺得有意義、有人生、有遠大嘅目標，嚇對社會可能有甚至乎有影響、有價值嘅嘢，佢先會做得開心嚇。如果唔係，佢都係騎牛揾馬嘅啫嚇。所以咧，
更多啲奴隸式嘅工作咧，就必須要嗰啲咁嘅，即係你要知道比較係新移民做咯嚇，因為嗰啲比較已經人哋嗰啲係講求工作嘅滿足感嚇同埋成功感，咁係麻撚煩好多啦。當然，但係咧，真一旦發起力上嚟咧，就爭好遠噶啦嚇，真係因為人哋咧有熱誠啊嘛，熱誠啊嘛。嗱呢樣嘢我就有講啦，呢樣嘢真係要好認真咁講。之前其實嗰啲嘢我講你咧，唔係咁重要。即係我而家發覺我呢個 channel 已經 build up 咗噶啦。係如果嗰啲比較重磅新聞，當然多人睇啦。係如果講翻所謂 spiritual 啲或者係其他嘅嘢咧，係點都少人啲睇嘅嚇。咁亦都好正常嘅嚇。咁但係我只係講咧，又開始要講咧，其實有啲更重要嘅嘢，更重要嘅就係呢樣嘢，就係、是、精神上面嘅嘢嚇。嗱咁樣啦，嗱譬如話呢樣嘢咧。我覺得阿蕭若元咧，即係佢可能都有啲感受啦。開始，即係佢話教細路咧最重要咩啊？最重要你俾佢玩，你要俾佢玩，要佢發掘出佢真正嘅興趣，然之後喺嗰方面培育佢、培養佢，就唔係去嗰個學校系統。學校系統根本啤膠一樣啤你出嚟嘅，係想將你哋打造成一模一樣嘅機械人，根本上就想你做成一個機械人咁樣。是全部 standardized， 好似工廠咁啤啲人出嚟。咁呢樣嘢就係個致命傷啦。嚟緊嘅 AI 年代，你呢啲咁 repetitive 嘅工種，呢啲所謂專業，一味靠你仔細，一味靠你重複，其實好多嘢係咁啫喎。所有可以 logical 嚟做到嘅嘢，其實 AI 係 potential 嚟一定做到。我可以話俾你聽，十年八年一定全部做到。包括你咩醫生啊、accountant 啊、各樣啊、律師，甚至乎好多律師嘅，即係嗰啲搜證工作嗰啲嘢咧，嚇好多嘢可以靠電腦去幫助咯，甚至乎大部分嘅取代都可以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走嘅話，你一定要做啲有靈魂嘅工作，好抽象咧，係嘛？靈魂有靈魂工作，咩叫有靈魂嘅工作咧？我要話俾你聽，例如係咩有靈魂咧？嚇呢樣我係考驗你。譬如話你自己睇《重慶森林》，王家衞拍嗰套《重慶森林》，你會唔會覺得佢係一個神作，係一個好高嘅藝術品，好高價值嘅藝術品 ？Even 你唔中意佢一啲嘢，譬如話你唔中意嗰個劇情啊，個人都好，但係你都要起碼會領悟到，你會意會到睇嘅時候，佢係一件好高嘅藝術傑作。如果你譬如話睇後期嘅2046花樣年華都好啦，係嘛？咁人哋華衣美服啊，拍到好撚靚啊 ，production value 好高啊，音樂好靚啊，咁你可能你都會覺得嚇係會有藝術價值啦。Even 你唔其實你個心裏面唔係咁諗都好，係嘛？即係好多人會係咁形式主義噶嘛，睇外表嘅嘢嘛。但係唔係我話俾你聽，《重慶森林》即係藝術價值最高嘅作品，王家衞所有作品之中藝術價值最高，而佢係偏偏係用咗三個月拍嘅嗰套嘢。仲要係衰撚到咧，朝頭早寫稿，夜晚就拍啦。一邊寫一邊拍，一邊拍一邊改稿，即係冇目的嘅喎。屌你老母，真係一路咁樣拍嘅啫喎，就地取材咁樣，好多時候都係自由發揮咁樣拍。而偏偏咁樣出嚟嘅作品，我話俾你聽咧，《Time Magazine》咧之前選咧世界上有史以嚟古往今來古今中外全球最偉大嘅一百套電影咧，就偏偏係。得呢個重慶森林入到圍，係世界上最偉大嘅電影嘅一百套之中其中一套，即係同嗰啲咩《Godfathers》啊，《Gone with the Winds》啊，《Lord of the Rings》啊嗰啲係即係擺埋同一個檔次嚇。好多你哋以為平時好睇咁樣，《Even Titanic》好似都冇上榜嚇，即係佢個藝術價值點解咁高咧？就係因為佢有靈魂，佢個作品特別，嗰個靈魂係特別犀利。而某某程度就係因為佢嗰種靠靈感拍出嚟，係靠靈感拍出嚟。如果你有做藝術嘅人、做創作嘅人，你就知道靈感咧係你逼唔到嚟嘅，係你安排唔到嘅。就算你自己喺度成日即係係咪用電腦，你計唔到個靈感出嚟。靈感亦都係佢要嚟，你就叭叭聲嚟，日日俾嚟。佢唔撚嚟，你 turn 唔啱個 channel。你點樣逼啊？屌你老母！你真係茶飯不思又好，你點樣用力，你係逼唔到個靈感出嚟嘅。而係靠靈感做出嚟嘅嘢就叫做有靈魂咯。
如果你是靠你一般咁樣去自己計劃出嚟嘅嘢咧，就係、是、或者用 logical 咁樣純粹判斷，哎邊個觀眾一定中意睇呢啲嘢嘅，啊我就擺落去，即係商業計算啦，係嘛？即係嗱呢個啊呢呢度誒男性觀眾咁啊，一定係咁樣中意睇呢啲嘢啦。咁我又或者呢度抽啲，嗰度抽啲，夾埋一齊嗰啲，當然就係冇靈魂啦。而家中國咧就所有嘢都冇靈魂嘅，佢整得出嚟嘅就係冇靈魂。而王家衞呢一套咁嘅《重慶森林》，佢根本就係順天而行，我就話俾你聽，因為佢就係完全靠嗰啲靈感，一路啲靈感嚟，咁佢就源源不絕咁樣，就將佢變成畫面化，咁佢整出嚟嘅嘢咧，就係、是、變成一套咁偉大嘅電影。嚇、啊，咁當然啦，我知道好多香港人係唔 buy 嘅，即係話屌垃撚圾嚟嘅係嘛，即係睇嘅時候就正正話俾你聽，其實你就係冇咗嗰個精神個嗰個世界啊，欠缺咗精神世界。咁所以點樣開發呢樣嘢咧？啊、我就係話俾你聽，其實、最快最好嘅捷徑就係 follow your passion。你要揾出你嘅興趣，興趣唔係淨係話少少興趣咁簡單，你濃烈嘅興趣。咩叫濃烈興趣啊？就係、是、我頭先咁講啦 ，Tesla 叫你唔好撚收人工啊，你都會做啊。如果你唔收，即係而家你嗰份工，你老闆突然間話俾你聽，屌你老母唔撚出糧，你會唔會翻工啊？你一定唔撚會，係嘛？even 你其實唔係話冇錢喎，即係如果你真係手停口停咁唔計啊。even 你其實當你其實你都唔會話停兩個月就冇錢嘅，但係你係純粹係覺得屌你老母做乜撚要我，唔俾錢我做啊？你傻撚咗啊？即係如果你係咁，好明顯你做緊嗰個 career， 你嗰個職業根本就唔係你真正嘅對你真正有意義嘅嘢咯，係嘛？就係、是、就算唔俾錢你，你都中意做嘅，嗰啲先係你嘅熱誠啊嘛。咁所以咧就係、是、而如果你話西方啊，更多尤其是新一代嗰啲人咧，更加係追求呢啲嘢啦嚇，需要呢樣嘢。而呢樣嘢點解咁重要咧？就係、是、即係我譬如就係問你一樣嘢，你嘅你嘅人生，你嚟呢度，你嚟呢個世界上，你目的係咩？咩嘢係你嘅真正嘅人生意義係咩？你俾三秒，我俾三秒你答我，你答唔答到啊？三秒時間你答唔到，答唔到即係你唔知啦。唔知嘅話，你就即係其實你或者冇諗過啦，又或者係你根本迷咗路啦。你唔知其實你個人生嘅真正最終嘅意義同目的係乜嘢，係嘛？即係呢個係千古問題啦。人生嘅目的係乜嘢？咁如果你喺呢個世界上係冇乜目的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即係迷失咗路咯，即係未行上嗰條真正嘅道路，真正嗰條窄路。如果你哋睇過聖經，你知道咩叫窄路，咩叫闊路。嚇，闊路就係個個都走嗰條，就叫闊路啦。人走我就走啦，即係羊群心理啊嘛。嗰條窄路咧係好少人行嘅，但係你就會覺得好有意義。你行咗上去嘅話，你會覺得係真正俾你成功感、滿足感。而我哋嘅觀眾當中咧，大部分其實年紀都有翻唔上下嘅啦嚇，甚至乎你50歲、60歲嘅都有大有人在，都係好大嘅一塊。咁如果你譬如話你財務上係比較已經係得到一定嘅即係滿足啦嚇，即係唔係話咁手停口停嘅話，其實你更加要開始諗呢樣嘢。諗就係點啊？就係你其實你點樣係快樂咯？點樣係開心咯？點樣開心啊？開心呢樣嘢就真係你點樣去尋開心就係呢樣嘢嚇。咁而尋開心咧，莫過於我就係話。我亦都可以保證你，只要你踏上咗呢條道路，你真心內心深處好想做嘅嘢 ，follow your passion， 咁嗰個 passion 就會帶住你去揾噶啦，就會帶住去你走翻嗰條正確嘅路。而我保證你最後嘅成功感、滿足感，或者係各種嘅最緊要開心，你係一定會開心、幸福好多。即係而家你有好多人可能即係你緊張令你瞓唔著嘅嘢。多數可能是財產上的事各樣事都好或者你擔心的事都好很多困擾都好你要想清楚那些你一路走這條路是不是真的可以給到你衷心的快樂呢衷心的幸福呢開心呢應該是時候檢視一下這條路咯、啊、而為什麼這個精神世界呢我就是說、亦都係有必要性嘅，係重要性嘅。even 你是後生都好我就是告訴你未來的世界如果 AI 來取代呢你所有 logical 的工種咧，早晚咧就會冇噶啦 demand。咁如果你想自己繼續即係將來有更大嘅成功咧，你絕對要走一條有靈魂嘅工作。你要選擇一啲工種或者係一啲一個職業啊，
是有靈魂的職業，因為這件事呢我可以保證你呢有生之年我們見不到電腦會取代到，再遠我不知道，起碼有生之年呢有靈魂的東西是電腦取代不到的，而我就解釋了給你聽什麼叫有靈魂什麼叫沒有靈魂，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啦。因為呢為什麼我即拍了很多題外話，我知道現在我們的片重要那些重磅所謂重磅消息的多人看啦，其他的又會被死人看啦，那是絕對合理啊，合情合理啊，但是呢偏偏其實有那些片其實是更加重要，其實我每一條片呢我講到明白給你聽的目標了，就好像幫你針灸一樣，即是刺你的穴位，用不同的角度，是吧，有時這個方面有時那個方面，那他想刺激你呢，等你那個精神覺醒，精神上面的醒覺。我每條片都是在做這些東西，有時我講東講西其實都是在做這件事，那目的啊都是想刺激一下你那些精神的各種精神方面的世界的東西，希望你醒了。因為如果這樣你自己 follow 你自己的 passion， 你走回你正確那條道路的話，一旦成了形，我們就不會回到轉頭，你不會回到轉頭，因為你一醒覺了，你就會對那些即虛情假意、造假或者是純粹是困咎你，即你會開始對那些已經是很反感，或者是真正令到整個世界其實即會變化起來，即變化出來，即你可以想到我一條友在這裡搞這些事情，是吧，那當然很有限，那個能力是必須要呢得到其他人都是這樣做，而當你們個個甦醒了的時候，你們做的是不謀而合的，一定會，即是我不需要直頭跟你說夾定，喂，今期我講這件事你就講這件事，即是不需要這樣夾定，大家是不謀而合，大家只要向著你自己的人生的最有意義價值那條路這樣走的話，大家就會殊途同歸，就會發揮到個威力出來。即是 even 有時我真的覺得 even 我有時經常屌鳩蕭若元，我覺得他有時說話開始是有這種的意味在這裡，即是他好像說就是說叫那些小孩真的要找發掘出他的興趣，是最喜歡的興趣在哪裡，其實是殊途同歸的，或者他不知道，即他或者他背後的思想不同，但是其實是殊途同歸，其實就是這件事就是要 follow your passion，你如果你就算你自己做不到，你起碼都你的仔女你都要幫他盡快喚醒他這件事，因為對他以後生存亦都很大作用，即是在社會上他會不會成功 successful 亦都好看這件事。當 AI 出來，越是 AI 年代越到，你就越需要他超出了 logical 的一個世界，一個精神世界，所以呢如果你有小孩更加應該 push 他這樣做，尤其是但是反過來我更加推薦的就是你自己為自己都要這樣，你如果想真正幸福快樂美滿的人生，你就要順天而行，而我真的有保證你，如果越來越多人這樣做的時候呢，那個威力越大，而亦都是呢是會所以為什麼會越來越我是就算我幫人我不會計較即時的利益咯，即是你就是看到了，為什麼我有時好像 我不是一個，即是我不會是雷鋒那些這樣，是吧，即是寫幾位人我一定不是，但是因為我這樣做其實是幫到自己，你要知道，那如果是這樣你就會，你不會介意去提升人家，你不會介意人家好，因為你知道人家好原來都為你自己好的，那如果你是一般你只看到物質世界的東西的人呢，就肯定就是這樣的啦，屌你老母你好就等於即剝削了我的機會，是吧，即永遠就視為好像一個競爭對手這樣，那當然最好就是屌有什麼 secret 啊，有什麼好東西我自己 keep 住，不能好的東西我就賣給你咯，就 sell 給你咯，現在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尤其是香港你看到是這樣的啦，垃圾就 sell 給你咯，好東西自己 keep 住啦，你都傻了，有什麼秘密消息啊，哪隻股會上都不會告訴你聽啦，柒碌是吧，好東西都自己 keep 埋啦，當然是將那些不想要的東西才是推給你啦，那當然啦，即是你不要有些，當然我想我們的 channel 慢慢飛out曬這些廢柴的啦，即是有些還即是最簡單，即是他有時候不是，上次他說的東西對，
咁梗係啦，就算一個老千咩都要識得抌雞㗎。賭場咧，如果鋪鋪殺咗你，你就唔會去玩啦，係嘛？梗係都要俾你贏一下先得㗎嘛，即係要俾你贏一輪先得㗎嘛，係嘛？咁你先會即係投曬落去㗎嘛。咁所以都係咁啦，所以就係、是、呢一樣嘢咧，我所以亦都點解咧，我係唔中意寫稿，亦都係咁嘅意思。我係 make sure 我講嘅嘢咧，其實係盡可能咧。係個靈感嚟到咧，我就講，係個靈感到我就講，咁樣嘅話咧，即係就係我一直想解釋俾你聽嘅咩叫順天而行嚇。因為如果我係太過 engineer、太過 planning 嘅話咧，係亦都係純粹 logical 咁咧，我覺得係即係早晚亦都會有差唔多嘅 channel 出到嚟嚇。但係如果我靠靈感而行的話，我也都 make sure 整個 YouTube 或者不要理會，總之是、可以說是我們這個 channel 就是獨一無二，你出面找不到取代品的、啊、所以就是這樣。為什麼呢？如果你就算商業化地想，怎樣提高你的個競爭力呢，也都是需要順天而行。